看看老板把什么东西扔了。老板，这盒子里有一张奥特曼石膏卡片，看上去挺好的，干嘛扔了呀？朋友送我这个奥特曼石膏卡片，没想到还要自己涂颜色，实在太难了，根本办不到。要是你能涂好，我就给你两包荣耀版。两包荣耀版有点少，我可以要再多一点吗？当然可以，要是小伙伴给你点小心心加油，我就给你一套豪华随心配。小伙伴们，只要你们能帮卡哥点小心心，我就能拿到豪华随心配了。Nice， 老板，你看，小伙伴都给我点小心心了。还是卡哥的粉丝给力，等你把石膏卡片涂好，我就给你豪华随心配。那我就赶紧回家涂色去了。这么酷的赛博时间丢了真是可惜啊，看卡哥怎么把它化腐朽为神奇。赛罗石膏卡片就完成了。哦，老板，你看我的赛罗石膏卡片已经涂好了。这涂得太好了吧，连五星评论家麦克阿瑟都要为你点赞。这次的豪华随心配直接给你一盒黑钻版，再来一个奥特蛋，还有刚才的两包荣耀版，就得给你顶级的豪华享受。哇塞，辛苦换来了黑钻版，简直不要太爽，赶紧回去拆咯。哇塞，太爽了，快来看看奥特蛋能拆到什么好东西。我的天，竟然拆到了一个怪兽艾雷王呀、希望荣耀版给我好卡片。OHR 卡是一个正在战斗的盖亚，这还中了一张捷德终极形态的 UR 军卡呀，这个形态可是超强的呀。还可以哦，第二包中 B 加卡了，这张卡可是超炫的呀，是麦克斯。HR 卡呢，则是梦比优斯的无限形态。最后我们来看看黑钻版，来看看后卡会是谁？不错哎，是一张德凯闪亮型的天明卡呀。来看看卡包，太赞了，这是我超喜欢的德凯强劲型。红 GP 呢是外挂发明家斯卡利 ，LR 卡是艾克斯和布鲁月水，还有一包，这又中了一个德凯闪亮型啊。SR 卡，哎呦，这阿斯加龙我好紧张了呀。GP 是怪兽八战甲，用 GR 卡呢，哇，是特利迦的复合型呢。太好了，今天又拆掉了不少我没有的卡片呢。哇，卡哥的奥特曼卡片收藏又增加了。